九月的一天，江苏省昆山市河兴路的马路上，有一大群人在围观。一个男子带着一个看着只有3岁左右的女孩睡在人行道上，他们只在地上铺了一张塑料布，没有枕头，身上也没有任何盖的东西。叫我们怎么讲呀？我们年纪大了，自己也那个，就是好像讲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，这小孩真的太可怜了。又没什么办法的，像我们年纪大了嘛，就再看看，讲讲。就搁这个地方睡觉，他小孩都归到那里，他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给他盖点啥，把这个关掉。那你会你说他这个？可怜，说他可怜。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，已经有差不多20多天的晚上都看到他们睡在这里了。对于这两个人的来历，围观的人有各种猜测。我也搞不懂呀，我就是几个，那怎么每天又住在这边干嘛？那个做什么不知道呀？家里不住，我每天这个时候走，怎么住在这里？每天看到他们，只有他不是我们本地的，外面的话不清楚，就不大清楚。这个本地的我们都要清楚了。这小孩很聪明，我们在这里跳舞啊什么，他跟着跳，他会，很聪明。他们也都好奇，为什么没有看见小女孩的母亲呢？要是有的妈妈，她还不能你看睡外头不干点啥，小孩都归到那里，她都不知道。看到这样的场景啊，许多人都觉得特别的心酸。女孩啊，看起来还不到3岁的样子，这么小，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有时候周围的人还看见小女孩是浑身赤裸，一丝不挂。对于一个小女孩，连最起码的遮掩都没有，他们甚至怀疑起这名男子到底是不是小女孩的亲生父亲。他们为什么会夜宿街头？又为什么会无家可归？这父女俩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呢？这名男子名叫邹景章，那个女孩正是他的女儿小红。周大哥，你们为什么在这睡觉啊？家里天气热嘛。那天天气热嘛。你这没枕头的吗？我们习惯了不要枕头。盖的东西呢？盖的这个是热天的时候睡在外面，天不热嘛就睡在家里。因为家里热就睡在马路上，这样的说法有些让人不能理解。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？那女儿能适应吗？那她这个能适应。那天我那个房子扇的电扇都是风都是热的。马上来，是。这外面这个扇的风凉快，睡得着。里面扇的那个风睡不着。这就是邹景章和小红住的地方，只有大约4平米左右。房间有一张简易的木板床，一张小桌子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房间小的连站着都觉得拥挤。晚上，邹景章和小红睡在马路上，白天邹景章还把小红一个人锁在家里。就这样嘞，他都锁到我嘞，把他管我嘞，他都好小孩，我说的你管到我来不行。你叫他跑路给俺这小孩玩，我说的他就赶到一边来。我说你饿不饿？我都给你拿点啥吃。他说的饿，我都给他俺这买的方便面给他摆一块，他就吃了。我给他点开水喝，他瘦知道不？你说你没法子治。我说的我就说这个男的，别连他管我嘞，管我嘞不行。被邹景章关在房间里的小红，别说有人照顾了。就连饭都吃不上。那你平常吃什么的呀？平常都，我爸爸是上班的，我跟我爸爸没有吃饭，就没有吃饭啊。周围的邻居看到这个情况都特别不忍心。当邹景章回来之后，他们还会主动给小红一些吃的。可怜，可怜得很。即使邹景章在家给小红做饭，也只是稀饭和榨菜，看不到什么有营养的食物。看一下哈，
那你吃饭乖不乖？吹一下，吹一下。爸爸，我要上鸡蛋。不吃鸡蛋了。看得出来，小红并不爱吃这样的饭。邹景章却说，孩子并不喜欢吃别的，所以他就经常给小红做稀饭。反正他爸每天就烧稀饭，天天稀饭，一点榨菜。那几次我就说你，我说你叫他的爸，我说你烧点好的给他吃吃。他说他吃不进去。我说你熬点什么排骨汤那些，排骨汤我熬了，有时候都不吃，他只喝两口也不吃。他说。等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邹景章还用冷水给小红洗澡。站在冰冷的水里，每次洗澡，小红都大声叫喊。看到邹景章这么对待孩子，邻居们都有些看不下去了。就看到小孩嘛，整天跑来跑去，光着身子，就问他嘛，问他你怎么光着身子啊？怎么不穿衣服啦？有时候他就说热嘛，洗澡，整天看他洗澡，就说叫他爸打点热水洗洗嘛。他反正一天要洗好多次澡，就拿一点点冷水洗。那几天我都看他光着身子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冷，不穿件衣服啊？他再赶上回去叫他妈爸爸拿点衣服给他穿穿。不仅如此，周围的邻居还经常能听到邹景章打小红。在这里还我不打他，以前住在那边，他我去了就打过好几次，他还是这样。周围的邻居都特别同情小红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也睡不好。就在大家都替小红担心的时候，一天，邹景章还准备把小红送到孤儿院去。没人照顾，把他送到孤儿院了，好吗？我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，你就听话，好吗？叫你吃饭就吃饭。站好，站好，你又不要皮。你起了，你又别调皮了。邹景章说，把小红送到孤儿院是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。为什么要给他送到那个孤儿院？爸爸，我就说他这样又哭又闹不听话。你像刚才你叫站得那么高，叫他不要站在上面去，跟人家那么大的个子孩子去调皮，皮又皮不过人家。邹景章带着小红找到了当地的福利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像你这种情况就不符合我们这里头收养条件。我们这里都是收养那个通过那个公安部门送过来的弃婴，就是没有父母的，这样的孩子才能接收。像你这种有父母的嘛，你还是找社会寻求社会那种那个实惠了，或者是福利了什么的机关。不好意思啊。晚上露宿街头，白天还把小红关在家里，而且还经常打孩子。这样的父亲不仅是不称职，甚至可以说是虐待孩子。有好几次啊，邻居们都看不下去了，都想报警了。可是就在他们责备父亲的时候，却渐渐了解到，其实啊，父亲也有他自己的不得已。日子过成了这样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不管怎么说，比起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，小红至少还有4平米的住所，还有自己父亲的照顾，这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那父女俩到底是遭遇了怎样的困难呢？邹景章说，他想把小红送到福利院也是无奈之举。然后那放到福利院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那你觉得他们也能照？我说放到福利院，他一天三顿的饭有人给他烧着给他吃，我去上班就没人烧饭给他吃，没人洗衣服。爸爸送你过。当真的下定决心要把女儿送走时，邹景章说，其实他都特别不舍。不听话我就送了，好吗？啊，爸爸不送啊。邹景章的老家在江西，近几年来都在江苏昆山打工。小红今年已经5岁了。邹景章说，自己现在这样的生活都是由他的老婆造成的。
那你跟你老婆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就是在我自己村子里，就是村民介绍的。啊，一个村的哈。他介绍我也不知道他有心脏病，这讲来讲去还是就是好像被他害了一样。他知道有心脏病，他还说给我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刻意隐瞒了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，并且还生下了小红。在老家医院的辅助室医院，然后回到我家里，就那个不到一个月，二十来天的时间，就死亡了。既然他的妻子自己知道病情，为何还是要生下小红呢？那他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？哎，他就是怕我不要他嘛，他娘就是对他的女儿不负责，怕他死亡在他家里。我们江西就有这种事了，好像这个闺女死在自己家里，就是不吉祥、不吉利，就是这种意思。小红出生之后，邹景章没有任何幸福的感觉。邹景章的父亲五年前就去世了，两年前他的母亲也去世了。邹景章只能把小红带在身边，因为没文化。邹景章虽在昆山打工多年，但一直都是打零工。当过行李搬运工，捡过垃圾，也在工地上干过，收入都非常微薄。妻子去世后，他一边还债一边养家糊口。因为没有钱，他找到了这间只有四平米左右的房子。你在这边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就看着也特别小啊。哎，这个房子我说100块钱还算便宜，这个房子租起来不便宜。眼下邹景章根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，他没有钱让小红上幼儿园，自己又不得不打工赚钱，他根本没有能力更好地照顾她。更让他揪心的是，小红也遗传了母亲的先天性心脏病，经常会生病，一旦得了病，他就更加不知所措了。邻居们看到的不给小红穿衣服，是因为小红有病，特别怕热，也是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小红根本没有胃口，吃不下别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当地媒体报道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，昆山慈善总会组织了社会各界的捐款。在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，我们的微博呢，首先就向社会各界呢就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么很快的，我们慈善总会呢也陆续的接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捐赠。那么首批捐赠呢，一共是17,800块钱。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一家，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经常过来看望他们，给他们鼓励。应该说，的目前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环境，不是太理想，也非常艰苦。那么，但孩子又非常的可爱，同时他父亲我感觉也非常乐观，也让我感觉到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教育，在面对这样的一种困境，他也能够很非常的乐观。就在慈善总会把捐款送到邹景章家里的时候，有一个好心人刚好也打电话过来，希望能够帮助他们。这个好心人给他们带来了1000元钱。我在那个电视台上有看到这一段新闻里播，然后就看到以后就觉得蛮心疼的。从小没有母亲，然后我又才做母亲不是很久，就比较有感受。在送给邹景章捐款之后的第二天，慈善总会还派车把他们父女两人送到上海的一家医院治疗。小孩就是你诊断之后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病情？这小孩是一个4岁的小孩子，然后事实上他很早就罹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，他已经知道，只是这个也没有条件来治疗。其实他是一个并不太复杂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，叫房间隔缺损。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心脏里头长了一个缺损了以后，导致身体里的这个循环就产生了异常。邹景章没什么文化，挣不了大钱。
独自抚养女儿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吃力的事儿了，再加上小红还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所以她的压力就更大了。一度呢，邹景章也想到过放弃，可是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他坚持了一个父亲应该坚守的职责，虽然他的坚守看起来有些狼狈，有些力不从心，可是毕竟他没有放弃。社会上的好心人看到父女俩的窘境，也开始纷纷地伸出了援手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小红的手术已经做完了。医生告诉我们，手术做得非常成功，小红将走出先天性心脏病的阴霾，以一个正常孩子、健康孩子的状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我们期待着他们会有更美好的明天。我是徐俊，明天见。